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青少年如何预防以及解决根治罗圈腿。OK，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大腿前侧的拉伸，很简单，右手扶住你的右腿的右脚的前脚掌，身体立直，膝盖夹紧，向上伸手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下落，推手，五秒钟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前伸，五秒钟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反方向，腰背立直，向上伸手，五秒钟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下落推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前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OK， 这个动作的注意事项，记住一定要腰背立直，把气提起来，目视前方，把你的头顶向上顶，扶住你的脚前脚掌的部位时，腰背立直，用力的向上，把胃向上顶上去，目视前方，呼吸平稳，不要深浅不一。下一个动作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一只脚前脚掌前脚跟落地，双手持平，臀大肌向后展，双手向上蹲住，五秒钟，五、四，腰背立直，往前看，二 ，OK， 双手打开，顺势向下，向后用力扳你的前脚尖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OK， 慢慢起身，换另一边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脚跟落，左腿弯曲一点，屁股向后拉，双手持平向上。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OK， 来，双手打开，向后用力扳你的脚尖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慢慢起身。第三个动作，双脚打开大鱼肩，我们顺势下蹲，一只脚落下 ，OK， 记住，两脚都是朝向45度，很简单的动作，全脚掌落地，另一只脚脚跟落地。拉伸向下坐，尽量脚跟落地，保持住，向下坐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OK， 换另一边，一样的动作原理，两脚开度45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 ，OK， 慢慢起身。OK， 第四个动作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饭后需要去做的，很简单，只需要在饭后半个小时之内靠墙边站就可以了。不过靠墙边站有四个点必须要注意的是，第一个点是后脑勺必须要贴住墙壁，第二点是肩胛骨向后夹贴紧墙壁，第三点是臀部贴紧墙壁，第四个点是脚后跟贴紧墙壁。站直10分钟就可以，双脚切记与肩同宽，这几个动作会有效的帮助青少年预防罗圈腿。如果有一些人有一些轻微的症状，也可以通过它来矫正回来。